那就换我。是。好，我的发言开始于近年来，就是台湾社会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这个同志运动的组织，但这名称我就刚说出来了。那这些团体的浮现，当然跟同志婚姻议题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有着一些高度的契合脉动啊。这些组织的人物大都是同运的新面孔，但他们出场的姿态还蛮高调的，而且他们呢也显示出来也毫不声色。但我说他们值得关注，倒不是因为他们有着什么样进步的运动论述，而是在于第一个，他们非常熟悉媒体的操作，所以往往抢足了新闻的版面。其次，我是认为也是比较具有警示的意义，是他们在那些我们这些运动新学运动分子看起来比较属于保守，而且跟主流价值靠拢的这些诉求呢，竟然可以在社群大众之中呢其实是有的相当的共鸣跟支持哦。其实就是说他们有一些诉求在我们这个社群里面的 FB 的转载，其实我的观察是还蛮受到拥戴的哦。那这些诉求包括呢，比如说他们说要推动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恋婚姻合法的国家，推动同志友善的企业，鼓舞同志出柜。那还有提到说，在性别主流化的倡议之下，无论是同性或异性恋的公民都应当享有最基本的权利。这个上述的诉求当中呢，过去同志这一个词汇，它在运动修辞上往往只设着广大性别少数的这样的一个进步的龙井，已经看不到了。那反之呢，它彻底的而且毫不含蓄的现身为同性恋，就是说在他们这个诉求里面，同志就是同性恋了。那换句话说呢，那这些同志组织其实摆明他们就是同性恋组织了，他们念之在之的就是同性恋、同性恋人权、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那他们诉求的正是在同性恋对异性恋这样的一个二元的权利架构下来争取性向的平权。站在性权库尔怪胎的立场看来，上述的这些诉求当然有它的局限性跟它的危险性哦。它让我们回想起主流妇运向来过去到现在，如他们一直都是在女对男的这样两性架构下去操作，然后力求所谓的性别或者是两性的平权，而导致他们既漠视跨性别的议题，也没有办法去摧毁所谓的性别接续。那现在呢，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同志的团体组织呢，似乎也重蹈覆辙了。他们希望可以在性别主流化的倡议之下，使得同性恋得以和异性恋平权。至于说怎么样去思考如何彻底的去扎烂那个性接续，实现性解放，则完全不在他们的运动意识之内，那更不用讲说上得了他们的运动的议程了。因此对于这个相当以同性恋中心主义的这样一个运动的态势，我认为我们这些性权酷儿怪胎的性解放论述跟批判的力道，也应该要强而有力的去加以施展，然后呢跟他们进行一些对抗或者是一些对话。因为我之前写了一篇跟性解放有关的论文，那这边可能就是我稍微提到一下。现在好像说到性解放，大家都很快的，一般大众会联想到就是教会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说很一般尝试性的那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什么是性解放呢？它不仅关乎性的理性启蒙除魅，它也指涉着了性的民主、平等、正义。那么性既然是被权力关系所彻底渗透，人们也往往因为不同的性实践、性欲望跟性偏好、性认同、性政治的等等的因素，而被配置于不同的价值权利的接续。既然受到不同的处遇跟对待，更进而会形成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文化的资源跟物质利益分配上不平等，这就是性压迫。因此性解放的运动就是为性底层、性边缘争取平等，为这些底层边缘的性主体赔礼，那么其以彻底拆解扎烂性接续。那么就主流社会跟宗教右派的观点来看的话，所有来自性底层跟性边缘的性实践似乎都可以被统整为性解放，但是并非所有来自性底层跟性边缘的性实践都理所当然的
是具有性解放的效应了。那甚至我们不能够因为某个团体组织内部存在的某些成员的激进的性实践而认定它一定是性解放的团体，或者是站在性解放立场的组织哦。比如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因着天主教甚至人员的恋童行为而把梵蒂冈就认为它是一个性解放的大本营哦。我们也不可能因为说某个同志团体内部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性实践，我们就认为说它始终是站稳了性解放的运动立场啊。可是纵使我们不能把所有来自性底层性边缘的性实践理所当然的视为性解放，或者是认为它必然具有性解放的效应，但我仍要强调说性解放运动从来不会否定或贬义来自于性底层性边缘的性实践，相反的，它全力拥抱跟扶持这些性实践。那再来呢，性解放运动更不会漠视在彻底拆解砸烂性接续之前因为这个接续而来的各种性实践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的关系。由上面我说的这些种种的这些话语来看呢，那性解放跟同性恋平权实在是有着截然不同的运动格局跟视野哦。那更是我们这些性权酷和怪胎运动分子其实是我们终身努力运动的支持哦。那我今天我觉得我已经年纪够大了，然后呢站在这里呢还要去否认同性恋平权运动，还要去指出它的危险性，然后呢还要有时候是很难去跟年轻一代的去跟他解释说为什么你现在一窝蜂的去支持这些平权运动，它会有什么一些危险性，他们好像觉得我好像是外星来的这样，不晓得讲什么，他们听不懂话语哦。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我一个已经走了这么多路，然后站在这边，然后去否定同性恋平权运动，然后好像去指出它危险性，看起来是有点讽刺哦。但是我其实并不是否定说同性恋跟异性恋之间完全不存在的权利不对等，好，我只是要强调说，单单的把同性恋提升到跟异性恋相同的位阶，往往只是在形式上让我们获得一些口惠而实不至的尊严啦、骄傲啊，却让我们失去了真切实感的一些性的权益。那么，更让某些尊严、骄傲迈向一对一婚姻制度的同性恋，跟那些呢，没有办法有尊严，他可能没办法有尊严，也骄傲不起来。他可能是因为他的性实践，他可能因为他是多对多、一对多，就我们社群里面其实也存在很多。这种不是一对一的组合方式，那也可能因为他是药物性爱者，他也可能是因为他是卖淫的 BDSM 跨性别双性恋呢、他也可能是艾滋感染的同志，他会这样子会使得这些我刚刚前面所说的这些尊严骄傲迈向一对一婚制的同性恋，跟我后面形容这些所谓的同志之间的接续的间距越来越遥远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再次不厌其烦的呼吁，同志运动还是必须要站稳性解放的立场，他要尤其是在现在这么同志平权、同性恋平权，这个声浪这么高涨的时候，更要去思考性解放对同志运动的意义。为什么我们要坚持站稳性解放的立场？这是我今天的谈话，谢谢。